说海洋里边哪种生物最可爱？只能说这个香豚了，但是这只香豚好像是，哇，伤得不轻，这也是在岸边发现的。哎，小可怜儿，来走，不是你直接撞石头干什么？他这个智商是不是很低呀？不动了又，我不知道他能活多久，但是。这傻不拉几的，怎么的？唉，不管了，还是这个好用。唉，香豚只能可爱可爱。你看这个，又可爱，又好玩，还好用。你看刷鞋老干净了。这只河豚个头还挺大的，还是比较实用的。像那种小的河豚，这刷鞋的效率就不如这个河豚了。还有这边，这边也刷干净，刷完我们就可以上岸了。今天海边的太阳还是比较毒辣的，早早回去比较好，不然的话又晒黑了。好了，任务完成，你可以放这吧。呦呦呦，呦呦呦，我感觉他心里面肯定是骂骂咧咧的。